出去的时候我是在三千四的，就是今天天气不错，然后上面来助力记录一下狗，流浪狗，看很久，现在我在大坑九号步道上面的相思树观景台，哎，很小棵哎，我们那个很小棵哎，差不多。这边不错、啊，这样子啊。今天不错，然后明天天气可能就比较差的，所以我提早来这边。哦，是飞弹哦。哦。动一下。哦，地对空的、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去九号步道，看那个花轮，两只流浪狗，它还没发现我呢，你看。对。还在看手机，喝饮料。没发现哦。我想说，我刚看到，哎，昨天那台车很帅。什么车？哦，那台我都没在骑，那台马力是黄色的，黄牌的。